杨佳是1980年出生的，1980年8月27。这个孩子比较规范，嗯，而且呢，做一些事情就是非常的，就是说爱帮助别人，通情达理，他属于这样的孩子，所以我对他接触人也非常放心。嗯嗯，是因为我们家里发生了很多事情嘛，嗯，然后就可能在他这个成长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的影响，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发生的事情和家里，后来我自己带着他，我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他也看到很多东西。嗯嗯，就是然后在接触社会上，很多对他影响也比较大，然后他的性格后来就有所改变。嗯，就不是像以前那么开朗了，然后去接触，那么去跟人家玩聚会就很少了这些。嗯，他对他父亲。小的时候还可以，就是我们两个分手的时候可能对他父亲可能有点看法。嗯嗯，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十几岁了。嗯，跟他爸爸就是说因为一些就是说性格方面的事情吧，嗯，后来分开以后一直是我带着他。嗯，那是哪一年离婚的时候？嗯，我们分手的时候是94年。94年。杨家多大？杨家好像十三四。十三四。嗯，对他小时候你觉得有没有影响，就是说你们家庭的离异啊，对他有没有影响？父母的这个离异可能对孩子怎么说呢，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可能也都有所伤害，是吧？嗯，但是就是说我说的是不同程度嘛，对于杨家来说可能还不是伤害特别大。嗯，没有太大的矛盾，只不过就是可能对他父亲这个做法有点儿看法，就是我们俩的这个生活可能对他有一点影响。嗯，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呢？他没跟我说过。没说过。嗯，但是这是也是后来我自己有体会。嗯，他一开始工作是干商业，嗯，好像是在望京那个地方吧。嗯，然后工作了，一共是一年多的时间。20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单位呢发生了一件事情，然后就被人家打伤了。上着班的时候，法院就是判的不公，然后这个整个就是违法，这个不依事实判案。那我就是2001年就生病了，当时是都就是门脉栓塞嘛。嗯，然后这个佳佳呢是当时上着班，然后就请假来照顾我。可能在时间方面也没有保证，然后最后就工作就不干了嘛，就工作就丢了，然后一直就没有工作了。嗯，现在这个时期嘛，工作不是很好找。嗯，再有呢就是这孩子有点内向。嗯，所以呢在这个工作方面呢一直就是也挺执着的去找，可是始终没有一个就是合适的单位。嗯，那他这段这么多年的生活费是谁给他呢？这么多年的生活费就是我们两个人，就是靠我的退休金。我是2001年底，2002年初那个时候，那么我当时的工资才是697块钱。嗯嗯，那就是退休工资。退休工资。对，那也就是说人家的父亲给他200多这个生活费，200多生活费，然后就是也负担他一些，嗯，比如说像买东西，嗯，像衣服，嗯，这些都是我不负担这些。2008年7月1号那天你在哪里，在做什么？2008年7月1号那一天，我去那个就是上单位解决问题了嘛，因为我自己那个事儿也是拖了很长时间了，单位一直不给解决。然后那天是答应我呢去单位解决我这个事情去。到家以后就是6点的时候嘛，然后这个楼下有一个警车嘛，就是这个张警官在那儿等着。完了我是问他嘛，我说张警官你在这儿干什么呢？他说我等着你呢。我说你等我干嘛呀？我说你是不是因为快开会了又对我这个找去不放心呢？我说我可是非常规范嘛。张警官说对对对，是我们不是说因为这一件事情。但是呢说话的时候呢就跟着我进了家了。到家以后，然后这个还有2个穿便衣的民警嘛，然后我就问他们，他们就是说是朝阳分局的民警。
然后坐那儿就开始聊我的事情，我就向他们就是介绍情况，我这么多年来非常规范的就是这在处理我这件事情，那个按部就班的找着这个这个我这个也就是上级法院嘛，一直在合法的途径。他们呢就是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对知道你是这样去做的，也没说你有违法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坐在那儿呢也不走，我就觉得挺奇怪的。然后我说你们在这儿坐着这么多人，一会儿我儿子回来的时候肯定他不进来。我说完这句话以后，然后这个朝阳分局这个姓陈的这个民警就开始说了，说的就告诉我说你知道你儿子去到哪儿了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儿子在上海犯了刑事案了，就这么一句话。当时我就非常激动嘛，为什么呀？因为我儿子让上海警方打过，所以呢这次呢又说在上海犯刑事案，我当时就考虑他们陷害我儿子，所以我当时就指出来这个就是他们是陷害。所以呢他们就觉得我当时就是说那个态度挺那个生硬的嘛，然后就说去派出所做一下笔录。然后就我说那个你做笔录可以，但是呢我说这个事情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可是没有人跟我说。然后就进来很多警察拿着摄像机，然后就告诉我说得搜查杨家的房间，然后就说我们有搜查证。我当时呢看了一眼搜查证，里边就两个人，上面写着两个人。我说你两个人，你进来这么一大帮人，我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说你写两个人就需要两个人。他说的我们就是那个就写不下这个这纸写不下。我说的写不下，你们做这个事情是有经验的，因为你们每天干的都是这工作，写不下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改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这叫什么呀，这个信件的格式啊，让他能写下很多人不是吗？他说的那个反正我们那个就是写不下这个地方，然后就不听我说嘛，就挤进了好多人。然后这个时候我也就没办法了，我就在边上说，我说那个你们那个这就是不规范吗？写上两个人挤进这么多人来乱哄哄的，你们再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回事。然后这时候就也没人听我说话，然后就开始乱翻把杨家那个东西就整个都翻了。翻了一遍以后呢，然后就是本来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利嘛翻我这个屋子的，但是他们突然就接到一个电话说呢就是一下要翻我这个屋子。我说我呢既没有犯法也没有不规范的行为，而且我儿子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非要搜查我房间呀？后来他说这个上面有指示，因为你们是在同一个居室里边，他说所以就要搜。我说你们搜吧，你们搜可以，你们没有说就是这个随随便便的，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条例的，就随便的把人家东西翻得特乱，跟那个土匪是在这翻东西。我说这个不是那样的。后来他们就给我解释说我们翻完你东西我们给你放回去。所以呢当时呢我情绪也是挺激动的，第一他们没有告诉我儿子到底具体怎么回事，第二他们在这乱翻东西，我就觉得当时确实很不理解。所以他们呢就是说让我呢就是到大屯派出所呢就是协助笔录嘛。然后那个我说那协助笔录倒是可以的，但是我在我儿子这上事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你现在告诉我这个你的话我相信不相信我是打问号的。所以呢就是当时外边下着小雨嘛，我说的这个要不要带一把伞，这个当时张警官说的嘛，说不用了，说一会儿我们用警车给您送回来，我们用车给您送回来，他说你不用带伞了。后来我就也没拿伞，就直接跟他们去了那个大屯派出所。到那以后呢，然后就是挺晚的了，一直就让我在那个就是他们一个这个是那个接待屋子嘛，民警的一个可能是也是办公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待着呢，就是晚上的时候好像是有人问我，就是说知道不知道孩子这个事情，我说我不太清楚，就是告诉我犯刑事案了。然后我记得在那待了一晚上的时间嘛，就是因为去的时候也挺晚的了，就是已经11点多了，然后就是一直在那等着。到第二天的时候呢还是没有人来过问这事情，我一直在那待着。
后来这个到了白天了，就天已经都亮了，刚才说的那个一会儿上海不是有人来吗，说你那个得配合调查一下，做做笔录什么的。我当时呢就情绪不好，为什么怎么老是发生在上海，我就认为上海警方打过一次人了，怎么这次又是上海，我就非常不理解他们。然后就是上午，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可能是上午的时候吧，来了两个上海人，然后就是进屋以后就说是上海的这个公安人员，好像是一个姓孙的，一个姓顾的。那我当时一看，当时这个姓顾的，我这情绪一下就激动，我一眼就认出他来是来北京私了的那个人，所以当时我情绪非常激动，我说你怎么又陷害我儿子，上次你们陷害他一次了，怎么这次又陷害他，怎么又落到你们手里了，怎么又发生在你们手里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当时也情绪不好嘛，他一看我这个情绪呢，就是说指出来他当时是北京私了来了，我认出他来了，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就不再露面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姓孙的那个民警就是他就问我嘛，当时怎么回事，他当时也没跟我介绍情况，就说呢你儿子这个刑事案子那个挺大的，那个我们想问一下他，就是说在家里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怎么样，成长这过程你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当时我就跟他介绍了嘛，我说我儿子非常优秀嘛，非常规范，他不可能去干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当时我是这么说的。后来呢他就把我说这些话呢整个做了一下记录完以后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这个时候还是没让我走，我就问那个民警，我说什么时候能让我回家呢？这民警说你还得等着，得听上面的，上面要指示让你走你才能走呢。然后我就又在那儿等着呢，这个时候呢我就看见这个就是民警把我们家街坊叫过去了，就是我对门跟我打架的那个街坊，那家子非常不讲理，在这就是欺负我，踹我家门，给我造了很多谣，然后说我那个骂他们，说我踹他们家门，就是我对门这家就是在民警那造了好多谎言。后来呢我就在这一直在这坐着，也就是没有人再就是跟我谈论起这个我儿子这个事情。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你让我待着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坐着是吧，我要也那个好好休息休息吗？后来呢民警说的可以，我们给你找一张床，然后就找了一个行军床，就是那折叠的那种的，然后就找了一个那个民警办公室，就让我上那儿说你休息去吧。然后我就去了，我在那儿已经是很晚了嘛，当时躺下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在那个床上就听见这个姓宋的那警官叫我起床嘛，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他就是叫我起来，我说问他是带我去哪儿，好像是他就是告我你去了就知道了，可能是这么当时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我跟着他呢就出了这个办公室的门了，然后就走到大门口，看见一个浅色的那个面包车，他就让我上，然后呢我呢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这时候就又过来两个年轻的民警，一个男士一个女士，就分别坐在我这个左右两边了。然后呢车开了，是一个姓宋的一个民警开，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的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啊，他们回答说的到了你就知道了，然后就没有人再告诉我实际情况。然后车就一直往前开，一直开到就是有山的地方了，还有树，我是因为天黑嘛也看不太清楚，就觉得外边很多树然后还有山。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要给我送山里去啊？后来那个这个民警呢就说，那个你说你到了就知道了，说的我们也觉得对你不公。我当时就预感到好像要送给我什么地方似的，但是呢我也没有这个没有想到，就是开到一个大门口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司机小宋就给停了，把这个车，然后停下以后他就下车呢进那个大门里头了。我也不知道那个大门是干什么的，有过了大约就20分钟的时间了，反正好一会儿时间呢他出来了。
以后又上车，上车就把这个车呢开到那个大门里边了，然后我就看见有一个那个大铁栅栏门，他停在那个大铁栅栏门跟前了，就让我下车了。下车以后呢，有几个人呢就带着我就进了那个大铁栅栏门，进去以后呢，然后就往前走了，还不到100米，好像还不到100米呢，因为我当时那会儿天黑嘛，我又没看清楚，然后就又进了一道门，进了一道门里边，那个门里头就是一圈的房间，我也不知道那个什么地方，然后就进门离不远的时候又敞着一个屋子的门，又我又进了一个屋子的那个门子，进去以后那屋里就有一张床，然后那张床呢就是好像一个病床似的，上面有病号服，然后就说他们就告诉我换这个病号服。我说的你们这是什么地方啊？哦，前面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往大门里开的时候，那个车我扒着那个窗户看了一眼，就是说我就看见什么管理处，没看清楚，但是看见三个字是管理处。然后呢我呢当时呢进了那个屋子以后呢，我一看有床，我并不知道什么地方，我就问他们，我说你这个地方怎么是医院的样子呀？他们说对，这就是医院。这时候我才知道，我说我没有病怎么给我放到这里呢？然后他们也没有回答我，就说你先把医生换上吧，然后还问我身上有没有伤，我说的没有伤，然后他们也检查了说没有伤，然后就换了他们的衣裳，把我的衣裳呢就整个的让这个民警给拿走了。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衣裳呢是让民警派出所民警拿走的，我以为这个衣裳是跟着我在那个地方的，但是他们就拿着我的衣裳以后呢就等于回到派出所去了，把我东西全都拿走了。我一直在那儿呢，就是说以去的时候因为半夜三更送我去的，什么都没有准备，漱洗的东西也没有，然后就一直在那待了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呢，就是一直凑合着。后来他们给我找了一个笼子嘛，让我梳头，那个笼子也是非常不好使，就是随随便便捡的那么一个那个小梳子嘛，然后就一直凑合到了这个待的快半个月的时候嘛，已经熬了半个月了，7月16号的那天中午正好午休的时候嘛，突然就有人就是叫我嘛，这个主任就是开个那个锁他进来了，他就说有人找我。我当时呢就觉得谁会来看我呀，我就也挺高兴的嘛，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知道我在这儿，什么人会来看我呢？我当时就跟着主任非常着急的就出去了，然后就又出了一道门，就是去了那个主任的办公室。当时呢那个屋里看着那个还有一个主任嘛，一个男士的，然后还有两个陌生的男士，然后我说这两个男士呢那个是不是要找我的？这个主任就说这事儿上海来的律师。哦，我一听上海来的律师，我当时心里就想特别想听他们说点什么，我知道点什么，但是呢我又怕从他们嘴里呢听到什么，我当时心情非常矛盾嘛。这时候律师就问我嘛，就说这个叫什么名字，然后是不是杨家的母亲，然后我就那个还问我是就身体怎么样，知道不知道你儿子的事情，就问我这些。我当时呢就一一回答了他们了，就说是那个我呢叫王定梅，我说呢但是呢这个就是里边没有人叫我这个名字，都叫我刘雅玲。我说我告诉他们我不叫那个名字，但是他们就说我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名字。然后呢我身体非常好，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就给我放到这个医院了。当时那个律师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就也不问我杨家的情况，也不问我这个孩子到底具体的这个在家里头怎么回事。我当时就奇怪，这个律师是替杨家在这个辩护的，怎么会不问杨家的事情呢？而且也不提这个跟我儿子案件有关的事情，只是在那说我们看你儿子挺可怜的，给你儿子买了几身衣裳。我就直接还直直谢谢他们，我说那就拜托你们了。但是这个律师始终呢就没有说问问杨家的情况，我这时呢就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情况。就这几年这个律师呢他们俩呢就是说把这个争先恐后把这个律师证呢
递到我眼前让我看，我其实也没看太清楚，但是我看到他名字了，一个叫谢晋，一个叫谢有明。然后当时呢，就我就这个跟这个在眼镜儿挺瘦一点的这个律师，我就跟他说我家里的情况嘛。但是我一看他呢，没有心听，就是连我介绍这个情况他没听，我当时就挺疑虑的。律师呢，那你是辩护人家的，是减轻人家的罪过的吗？怎么你连案情都不问，然后实际情况也不了解，然后就自己呢在那儿还自言自语的，好像有点定案的那种感觉给我。所以我这个字呢，我就想不能签。为什么呀？虽然他进门啊，他跟我说了他是上海来的律师，而且是杨家请的律师，但是呢我一看他这个表现呢，我非常疑虑，所以我就没有敢马上签字。而且呢我在想嘛，如果要是儿子请的律师，我觉得儿子办事我还是非常相信的。可是这两个律师这个行为实在让我产生了疑问了，所以这个字呢我也没签。我当时就说我能不能先回去考虑一下。当时这个律师就跟我这么说的，说你呢得快点，我们的票买好了。我呢就是赶紧就回到这个就是那个就只有一张床让我待的那个房间。但是我刚进去一会儿，还没有坐到床上没坐稳呢，这个主任就进去了，就催我说呢你到底签不签呀，你要是不签他们就走了。我当时心情非常矛盾，是签与不签。因为我觉得要是杨家自己聘请律师，我觉得可能是我要尊重他嘛，就是说可能还能信任这两个律师，就是我还是尊重儿子的意见。但是呢我看他们的表现呢，实在是又让我觉得这里的疑问太多。可是我当时也不容我想太多了，我就觉得儿子在里边犯了刑事案，那就是既然是刑事案，那么肯定就要判刑。那么早判刑一天下去以后，劳动去呢，那个时候呢就自由，稍微自由点了。我是怕儿子在里边受罪。另外一个呢，如果我要不签，当时那种气氛非常紧张，就好像我要不签就怎么怎么着了，然后就有非得逼着我签的那种感受。然后所以我也是没办法了，不签的话也可能是又得罪很多人，然后跟很多人添麻烦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只好签。但是签了以后呢，这个谢有明跟谢晋两个人也没说什么，就是说了一声让我保重，然后两个人就没就走了，就从此以后就没有踪影了，可以说是杳无音信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我自己签字委托了律师了，但是这个律师呢从来没跟我联系过。我在那里的时候呢，那是非法拘禁，我是没有自由的。我也提过就是说要见见我委托这个律师，但是没有人理我，始终见不到他们。所以就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起码作为这个律师来说，你应该，我委托你了，你应该是主动跟我联系的，尤其是你知道我在哪儿。但是他们出去也没有说我在哪儿，大家伙都说我失踪了，找不到了。所以呢把我在那个地方一关就是143天。儿子的事呢是没有人去详细的跟我说，我具体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也没想到他们能够判我儿子死刑。因为这里的事情来龙去脉只有我知道，我儿子不可能是故意杀人，我儿子始终是讨说法。但是现在把我关了143天，2008年11月23号的时候就突然通知我去看儿子。然后呢我当时在那里头没有自己的衣服，他们就是那里那个医院的这个领导嘛，就是在那里给我买的这个衣服，让我穿上这个衣服以后呢，告诉我下午是2点钟的飞机，好像是2点可能是，我记得是这个时间嘛。然后就说飞到上海去，我当时执意不去嘛，我说我关了这么多天，我不可能是这种状况的去看儿子。但是他们就是不容分说的，那意思就是说你去你赶紧去，你要是不去你就是要后悔的。我感到这个，所以我呢就是说还是去了。然后当天晚上到那儿以后呢，上海就下雨，
下雨以后呢，我是想呢，就是把头发拾掇一下，那见儿子嘛要利落一点嘛，因为这么长时间没见到了。但是下了雨呢，他们说没有地方去弄了，就是给了我一个吹风机和一个发卡，然后我就简单的收拾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就简单收拾一下以后呢，他们就是带我去上海提篮桥监狱嘛，那个地方去见我儿子。当时没有人跟我说是见儿子最后，而且我对儿子抱着非常大的希望。为什么呀？因为还没让我说话，我还有重要的证据没有交，还有很多实际的情况没有说。这个杨家这个成长过程很多情况，为什么今天能发生这个事情，我只有我心里明白，但是没有人让我说。所以我想现在我出来了，那就是一个机会。但是我没想到到这个24号早晨，他们让我到齐天桥见儿子以后呢，儿子也不知道是最后一次，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俩说话非常仓促，很多要说的要表达的意思也都没有说，所以非常遗憾。儿子甚至到最后都不知道我这几个月干什么去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我觉得对我们非常违法。而且在这个一审的时候没有告诉我，二审的时候没有告诉我，在二审一审这个聘请了谢有明以后，从此杳无音信。在二审的时候又明明知道我在这儿非法拘禁，却让杨家把信件寄到家里，委托书寄到家里头让我替他聘请律师。所以说我对他们这种做法简直就无法形容，太违法了，他们剥夺了人做人的权利了，剥夺了我一切合法的权利，而且也剥夺了杨家合法的权利。明明知道我在这儿关着，却让杨家把信寄到家里头找不到我，给我们母子这个心灵上都是很大的伤害。所以当时我见儿子的时候也就是很仓促，也没有说太多的话。然后就是24号下午就是当时见完儿子以后呢，我就提了几项要求嘛，就是说其中一项就是说要见一见我儿子的这个就是审判的这个法官。当时是一个姓徐的徐法官，他说主审我儿子这个案子嘛，我当时就跟他说了，我说为什么一审的时候我不知道，二审的时候我不知道，没有人通知我，甚至三审了都核准了都没有人告诉我。他说的你失踪了我们找不到你，我们不会因为你不在我们找不到你我们就不判案了。我说那我现在告诉你，一直是非法拘禁着我，昨天才给我放出来，我还有重要的证据没交，我还有重要的话没说。然后这个姓徐的这个法官就说，那你说你可以写。我说我可以写吗？他说可以写，写完了你把材料寄来就行了。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回到家以后，然后就开始就写材料。我认为儿子这事儿上我必须得说话。但是第二天的时候晚上，就是我家的那个派出所的那个民警就上我家找我，告诉说的有人要见我，说上海来人了。我当时呢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等到我下去坐到那个屋子里以后，我看见两个上海的那个法官，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呢，我们来那个向你就是传递一下这个叫核准书。然后呢我一看就是说那个核准书是21号就核准了，那么就等于是他们判了儿子死刑没有告诉我，然后呢核准也没有告诉我，然后今天都是25号了，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他才告诉我核准了。所以我当时非常气愤，我问他们我还有没有说话的机会，我在我儿子这上市上我还没有说话呢。这个法官姓赵我是记得吗，打着官腔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告诉说你说呀，这不是让你说的吗。我说我在我儿子的这个事上我还有没有说话的权利，我什么时候能说。他告诉说你说呀，整个就是一个无赖。这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法官就是个无赖，后来我就回去了，回到我家里去写材料去了。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第二天
他们就在我什么都不知道情况下，在我什么都没说的情况下，我还有证据没有交的情况下，就把我儿子执行了。所以就这个事情，从我儿子出事那天，他们就非法拘禁了我了，到让我出来，儿子事就结束了，完全都是违法的。我要就这个事情讨说法。杨家第一次去上海是2007年，10月份的时候，他是到上海去旅游。10月5号的时候嘛，就是那个过了11。杨家在上海的时候租了一辆这个当地的自行车。10月5号晚上8:30左右，不到9点的时候，他骑着这个车出去买东西。行驶到这个闸北区蒲扇路口。那个地方有一个民警在巡逻。这个时候呢，看见杨家骑过车来以后，就把杨家叫过去了。叫过去以后呢，就是看了一下自行车，那就是说问杨家这个车就是怎么回事。杨家说是我租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民警呢才看一眼，就是他的自行车没有牌照。杨家说我是租赁来的，而且随身带着这个租赁合同，拿出来也给这个民警看了。当时这个薛耀呢，他并没有说什么，但是态度非常不好，非常蛮横的让杨家靠边停车，把你这车扣了。杨家因为车上带很多东西，上下车也不方便，而且我要买东西急着赶时间，民警非要扣他车的话，那么他就问什么理由扣我这个车，而且你不是例行的这个检查，为什么要盘查我？我这个自行车是合法的。这时候薛耀呢就非常无理，就要非要扣车。杨家就问他说，你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证件，因为作为杨家来说，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个维权的意思，而且非常疑惑，怎么我骑在这儿你非要盘查我，我这车来源是合法的，你非要扣我的车。而且一个公民车上带着那么多东西，上下车非常不方便，民警你非要扣他的车，这个时候我们说一点维权的话非常正常，非常合法。但是这个警察态度非常蛮横，一个是不出示他的证件，说话非常粗鲁，甚至带上了下流话。怎么说的呢？这句话当时杨家说，你能不能出示一下你的证件，你为什么非要扣我的车？警察当时回答非常下流，说你妈什么什么还裤裆什么什么。这就是一个民警说的，非常下流。这时候杨家就是情绪有点就是不好嘛，你骂我怎么出一个警察来说出这么下流的话。他就说你不能扣我的车，因为我的车合法，我现在还有事情要赶时间。那么民警薛耀非要扣他这个车，两个人就这个问题在当时那个路口的时候争执了很长时间嘛。这个时候杨家呢就说，你非要扣我的车，你没有道理，而且你给我造成这么大的麻烦，伤害了老百姓，伤害了公民了，我要找你的领导打电话到他的这个督察处。这个时候督察处也来人了，来了5-6个人，就是
问了一下杨霞当时的情况，是因为民警你非常无理的态度，而且骂出那么下流的话。这个督察看完以后呢，就是看了一下杨家的租赁合同这个车，但是可能呢就看了一眼杨家的车呢上面没有牌照，这个时候他才看见没有牌照，然后他就说要不到派出所去就是验证一下。杨家说可以。那我当时呢就说，后来这些警察可能要比薛耀的态度要就是缓和的多，所以杨家在这种情况跟着他到了派出所了。一开始的时候是这个薛耀这个警察非常不规范，一个是骂人下流，另外一个动作非常粗鲁，强行拖要把杨家给拖到派出所去。但是后来这个来的这五六个警察以后呢，说明情况以后，杨家还是跟着他们到了派出所。但是到了派出所以后，进到派出所以后，这个处理这件事情的就是民警过来以后非常无理，态度非常蛮横，而且说话也不规范，一个是口臭，吐着唾沫星子。杨家一看警察这种行为的话，那么就是往后退了两下。这个当时这个民警好像是叫高铁军嘛，就是一再往前逼他，就说话喷着唾沫星子，就把杨家一下就挤到这个门口去了。这个时候呢，就过来五六个警察，一下就把他给拖到这个一个小黑屋里了。拖到小黑屋里头以后，拳打脚踢。在这个时候呢，杨家呢就说给我打过电话，我当时在家里头，半夜已经是夜挺深了嘛，已经是12点来钟。那我在电话里听到杨家跟我说，又被这个上海警察打了。我就问了他一下情况嘛，他就把刚才就是这个过程跟我说了一下。那我当时就找他的所长问怎么回事，当时是有一个姓陈的，他是说他是所长。那我就问他说，当时是打警察打人怎么回事，我说为什么打人。这个姓陈的所长当时跟我说，杨家不配合执法。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怎么不配合执法了，我说就是说不配合你执法你也不能大打出手，何况杨家怎么不配合你执法，你要给我有个记录我看一下也好，是你跟我说一下也好。他说我们都有这个民警都配备了录音笔，我们有这个执法的过程。我说那就好，我也不听杨家说，我也不听你说，我听一下你的执法录音。但是他始终没有给我放，找了各种的这个理由，不没有给我放这个录音。后来我又这个跟杨家这个通话以后，他就告诉我嘛，说这个民警说了，如果我不服的话就要把他拘留。那我当时呀非常气愤，就感觉到民警怎么会大打出手，对这么一个合法的居民大打出手，以后还有找莫须有的罪名想给拘留。那我想这个不是小问题，我就又找到他这个所长，我就明确地告诉他了，我说你不要找人做伪证把杨家拘了。这个事情完全是由你们警察引起的，你要把杨家拘留的话，这个事情是要追究的。所以当时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是具体的他跟杨家是怎么交涉的我是不太清楚，但是杨家打过电话来一说呢，就是说一直就是打完瘾以后，他就是投诉到这个督察处了。
那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又把电话打到督察处，找到这个一个姓吴的督察，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一下。我当时是跟他这么说的嘛，我就说芷江西路派出所的民警在公民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情况下随便扣居民的车，还大打出手。他说我下去调查一下这个事情，那就跟他第一次谈话就是当时是就找他这个分局的时候嘛，就是闸北分局这个吴玉化嘛。然后这个时间他就下去调查去了，我就是在家里一直等等电话，等到杨家弟再打过电话来的时候，这个吴玉化就去了。杨家在电话里跟我学了一下，就说也他们督察有个姓吴的来了。我说哦，我知道了，因为我打过电话去了已经。这个时候我就是提到这个吴玉化以后，杨家就把电话递给了吴玉化好像，然后他就跟我通话了。就是当时他跟我这么说，我说你们的警察打人这件事我要追究。当时吴玉化说的杨家没有什么伤，就是衣上很多土，衣服扯了一个小口。那当时我说警察把人打了什么样子才算打了？然后这时候我就听见他在这儿跟杨家说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就衣上扯了一个小口。我跟吴玉化当时谈话就是这样嘛。然后挂上电话以后，过了好长时间嘛，也是凌晨了。那个时候杨家打过电话来说，就是警察呢调查一下他的车呢确实没有问题，已经让他出去了。那是几点？当时是凌晨，已经是两点左右了。那他两点离开了芷江西路派出所吗？我当时给他的感受是好像是当时就离开了，但是我还也是这个的，就是他告诉我以后出来以后呢，我就没有再沟通这件事情跟他，一直就等到第二天他回来了嘛。所以这个细节呢，就是说他在派出所里待着还是出来待着了，这个我是不大清楚当时这个情况。那么他回到北京以后怎么跟你交流过这个事情？第二天的时候，因为当时是凌晨了嘛，我这一宿也没有睡觉。然后第二天他回来我就当时问了一下他这个事情经过嘛，完全就是当时就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情况。之后你们准备怎么解决这个事情？他就说警察呢当时就把他弄到小黑屋里去了，拳打脚踢五六个警察，然后呢把他的东西都打洒落到地下了。他在那整包的时候，整理书包的时候，又过来警察打了他好几下。他说这个情况呢要让他们给我写一个回执，把处理意见给我。我说已经告诉他们了，过两天答复。我说行，那么我要关注这件事情。那么过了些日子以后，我就问杨家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的。他就跟我说这个芷江西路派出所没有给我回执，我说这个问题呢没有给你呢他是也是不合法的。杨家呢就说了，我说现在这个警察呢全都是具备这个土匪的作风啊，天老大他老二的，
他不可能说他打你的他能承认吗？尤其咱们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杨家就表示说那要投诉他，投诉到闸北公安分局。当时杨家这种做法呢，我是非常支持他的。作为公民来说就得有维权的意识，警察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殴打这个公民，何况杨家是一个非常遵纪守法的公民，没有一点违法的行为，你大打出手，这个事情绝对要追究。所以当时杨家投诉到了闸北公安分局，闸北公安分局没有结果，后来在开会的北京开会的时候，有一个姓周的好像到北京来处理这件事情嘛，就要私了。开什么会呢？我当时记不清什么会了，他好像是在说在北京工作，是有一什么会议，说也是到在北京，反正他在北京待着，说是。当时他是跟杨家联系的，我这件事还不是说太清楚。当时呢，杨家就是接到电话以后呢，去的时候我是知道的，就是跟他去交涉的时候我知道。回来以后我问他就是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那他就跟我说就是钱私了，我们要钱。怎么说的呢？他就是当时的原话我记不清，因为毕竟我没在场嘛。意思就是用金钱来了断这件事情，而且说给300多块钱，我就意思赔偿你这个钱，把这个事情就要了了。杨家说我不要钱，你把这个执法的整个过程处理的意见你给我一个回执。当时这个来北京私了的这个姓周的这个民警可能是没有谈妥，他们双方都没有谈妥，然后就是到了3月份的时候，民警一个姓顾的又到北京来私了来了，这次是我接的电话，他打过电话是我接的，然后他就跟我约到是和平里一个什么饭店，是宾馆那个地方，然后我是和杨家一起去的。去了以后我是就是问他是哪里的这个民警，他就说是这个派出所的，到北京开会来了，领导呢委派他到这儿1500块钱私了这个事情。这是紫江西路派出所的人吗？他说是。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你先别说钱，我先问问你的民警有没有错误。当时这个姓顾的就答复我说民警没有错误，我来干什么？那我就说你民警既然有错误，你就要纠正错误，给我一个回执，给我一个处理意见。他说这个是不能给你的。我说你不能给，你的民警每天执法都有记录的，我要看这个记录。他说这个不能给你看。我说回执你也没有，记录你也没有，你现在用1500块钱，你觉得能不能了断这件事情？能不能规范你的民警？他说1500块钱就是1500块钱。我说我肯定不要钱，我就是要回执。他说你要回执，那我肯定是不能给你，我顶多给你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回执的东西，上面稍微记录一下当时的情况。我说那么好，你给我这个回执我看看。当时他是给了我一份这个回执，现在我这个有这个证据。
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怎么写的呢？当时就是草草的写了一下，当时的这个巡逻民警叫薛耀，巡逻到这个蒲扇路口的时候，就是盘查杨家，但是杨家不配合，就是这么就很简单的这么几句话，并没有表现出来当时的这个执法的过程。也就是说没有提到过他们有没有打过杨家。他肯定不会提到，他肯定不会提到这个民警办事的话，很多人是有体会的，而且我经历过他们弄虚作假，所以他给我这么一个回执。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个回执呢，你并没有写上警察打人，我们追究是你警察为什么打人，什么理由，非常无理蛮横的带着下流话的去盘查这个合法的公民，但是当时没有结果。我说不要钱，他非要给钱，我说要回执，他就非要用钱了，那么我们没有谈成。后来他就说多少钱呀，我说多少钱不是金钱的问题，杨家后来就说能用金钱私了吗，10000块钱能规范民警吗？我想杨家这个提这个钱的话，意思大家也非常清楚，那么我们的初衷是10000块钱10万块钱警察能规范吗？这是用金钱了断的事情吗？所以后来我要看到一些报道，就是也是民警自己写的这个不规范的这些说法，就是说杨家提了无理要求了10万块钱，这种说法是绝对不成立的。我们的初衷不是要钱，我们就是想规范你的民警，在你不规范的时候写一个处理意见，怎么改进你的工作。但是他始终没有给我们这个回执，然后我们就继续投诉到闸北公安分局。以什么方式投诉呢？写信，打电话，但是没有得到处理。那就是一直在投诉，一直在投诉，一直在走着正当的渠道。
是在工厂里偷快递，陈功孝是每夜把羊直接卖掉他，给你带回金饼乐百岁。学会解释自己的把戏。